今年农产品因为气候稳定，收成真好。新港乡仑仔顶福德宫的志工为了要帮助农民，加上大家嘛拢真喜欢食柿梅，所以二十几名志工做伙出钱到南投信义买了一千台斤，大约四万外块的青梅。因讲家己柿梅啊无防腐剂，嘛无其他添加物，安全阁好食。仑仔顶福德宫的志工无分查甫查某，拢用耳孔杯啊来挖梅啊的地头。志工王富美讲，这个地头伫生之前就要挖掉，安尼梅啊食起来才袂枯涩。就今天就要挑那个地头，挑一挑，我们就放在直接放在桶子里面。差不多十天了，那个要看梅子的那个几分熟，再下去判断你下放糖的时间。王富美讲，这个梅啊是仑仔顶福德宫所有二十几名志工一组将近十万块，去南投信义向农民采购。另外，阁买盐、甲糖，阁有罐仔，大家拢讲家己 DIY 感觉真趣味，嘛较卫生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说哈，大家一起集资在这边，大家的买的共同买的，在这边做一做，啊，也是有帮助一些那个梅农啦，因为大家有的时候买回来制成的会失败，就不敢买。关议员赖清美嘛有参一卡，因为伊嘛足介意食梅啊。对着大家做伙试梅啊，相当趣味。从我袂晓，阮就来学吼。除了买起来的这个物件以外，啊，就来学。啊，明年换阮就会晓的是。啊，阮大家搁计划讲明年，大家搁那梅啊期到时要做时，阮大家搁斗阵来吼，斗阵来做安尼吼。对试梅啊，相当专业的志工王富美讲，伊教导所有志工试梅啊，只是希望大家自己做伙感情交流。等待梅啊会当食的时阵，咪当将一部分的试梅贡献给福德正神。后来拜福德正神的信徒，拢会当享用美味的柿梅。新中华新闻黄俊怀，新港采访报道。